这幅画创作于1595年左右，为卡拉瓦乔所绘。卡拉瓦乔属于文艺复兴晚期的画家，他的暴躁个性充分地展现在他的画作当中，虽然充满血腥与暴力，但却又引人入胜。头上长满蛇的美杜莎一直是神话中最著名的女妖，而这幅画被蒙特书记主教当作献给托斯卡尼大公费迪南一世的礼物，象征可以威吓敌人的神盾，让人望之丧胆。这幅画结合了两个神话，第一个是原本貌美的美杜莎因为触怒了雅典娜，所以被变成蛇发女妖，跟她对上眼的人都会被变成石头。第二个是在宙斯之子帕修斯与伊索比亚的公主安朵美达的婚礼庆典上，突然有敌人出现袭击帕修斯，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帕修斯揭开了被砍下的蛇发女妖美杜莎的头颅的布，并转头移开了视线，因为所有注视美杜莎的人都会变成石头。而这幅画是卡拉瓦乔画出美杜莎自己发现被砍头之后的惊讶与恐惧，眼球突出，嘴形成椭圆，头上的蛇群窜动，颈上鲜血喷射而出，让人感觉到强烈的视觉震撼。但有没有觉得这幅画中的美杜莎很像男人？没错，这其实是卡拉瓦乔自己的自画像，他把美杜莎的脸画成自己的脸。这幅画创作于1595年左右，为卡拉。